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老叔还有我那朋友，我们仨人又出来了。昨天可过瘾了，今天还不一定呢。现在你看，半晌天了，我还没开眼儿，你说咋整吧？今天，这就是昨天踩多了，累着了，今天就不让你看见呢。走吧，出发吧，换个新地儿，再找找看看去吧。哎呀，这点小围菜真漂亮啊！这鸡腿儿。我们今天是来掰刺嫩芽呢，在那休息呢。啊，看见这小围菜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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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好是跟小筷子似的，高低我得把它弄着。解解乏吧，你听，咔咔的，咔咔的，咔咔的，老母都不要。哎呀，这小动静，老得劲了。就这种菜，你看，跟小筷子似的吧，真板着。就这样的，不管你踩啥吧，一定要把它踩上。啊，什么刺嫩芽呀，猴腿儿的，是不是？哎嘿，还把一个老母掰了，自管踩着就行了，就对了。这种搓出来得老粗了，揉出来得老粗了。哎呀，这一掐子，这得打到草上啊，还好缺点。嗯，真过瘾。这玩意儿凑合能干他一杯筐，这个也行啊，真好，嘎嘎带劲！哎呦，这不是牛肚馍吗？是不是他们说的牛肚馍呀？这玩意儿我可看见他们在市场有卖的来着。哦呦，这个玩意儿大呀！这玩意儿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哎呦我去！老大了，那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哦，这好啊，掰不着刺嫩芽，干一杯筐，这个也行，这是牛肚馍，啊、哎，真好，细嫩儿，找个方便兜把它装起来来。你装我那，你看这捡了三块这样的蘑菇，这个我们这叫牛肚馍呀，这个、玩意儿不太常见，比羊肚馍要少见，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啊，这玩意儿。一天不用多了，捡它一杯筐，这玩意儿也行啊。刺嫩芽捡不着，捡这玩意儿也行。咔咔的，啊啊啊！那个小辣椒一炒，老带劲了。你们那叫什么蘑菇？看看，我们这块是叫牛肚蘑啊。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，比个脸都大，赶我脸大了吧？差不多啊。不过就这三块，在附近再没有了，再没看见有了。行啊，这三块回家我一顿吃不了，定是一顿是吃不了。咔咔的老过瘾了，找个方便兜装起来，带着，漂亮。那个那不放风了吗？上面那俩大的放风了。哎呦我天，这地方这片刺嫩芽让人掰的呀，掰的青干溜硬。哎，今天这点的呀，你看那些全都是刺嫩芽树，你这是咋整啊？你说，这今天这要完蛋呐！不好整，今天不好玩。看看今儿这点收获吧，这点刺嫩芽完蛋了。能、no, 就这一点，也就能有两斤，也就两三斤的刺嫩芽。今天我唯一高兴的地方就是捡了这点蘑菇。哎，这点牛肚蘑挺好。哎呦，这都整碎了呀。长得像牛肚子的就是牛肚蘑，像羊肚子的就是羊肚蘑。哎，你看这玩意儿多有意思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怎么还碎了呀？这是走路颠了，颠碎了，然后再整了一点猴腿儿，是吧？还整了一点猴腿儿，还整了一点微菜，这寻思改行了，结果微菜就这点儿，你说这玩意儿咋整吧？哎呀，收拾收拾回家，我老叔他们也不让我看收获了，至于为啥你们猜吧。对了，你们猜对了，因为没整着呗，是不是？没整着，连拍不让我拍了，呜呜的走了，又生气了呀！把这蘑菇放最上面，别把它整碎了，白瞎了。这个蘑菇是我今年第一次捡到，开路回家。这可能啊，就是昨天掰多了呀，让我们今天啥都掰不到。今天我们三个人，一个人每个人平均吧，也就在那带着这么高一块，也就两斤左右。道没少走，路呢没少跑，就是踩不到啊。要么就是那个树死掉了，要么就是被人掰走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是运气不好。昨天是走到哪儿哪儿有，今天是走到哪儿哪儿没有。唯一今天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捡了那两块蘑菇，哎，那两块蘑菇让我很高兴。今年第一回捡着，那我们现在往家走了，我老叔又不干了，又说回家不干了，又走够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
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一下，拜拜。